你以为你这么做，我就怕你了吗？这幅油画，本就是你心里面的一堵墙。你把自己藏在这面墙的后面，窥视着庄家的每一个人，也用它镇压住我。你早就知道我有深海恐惧症。 你也知道当年我父母的车祸，你心里清清楚楚的明白，那场车祸是你造成的。对我儿子编造证据还不够，现在还想把我拉下水，把你父母的死怪在我头上，哼！你有证据吗？ 有照片吗？你有17年前海外警方的卷宗资料吗？什么都没有，就信口雌黄，随意指责你的长辈了。长辈，证据在这里。 就凭这些，当然不止了。事情办好了之后，你就立刻离开，一秒都不要停留。不报保险吗？可我就这么离开，那不成了肇事逃逸了吗？别啰嗦，做完你该做的，不然真的出了事。 全部算在你的头上。你没想到吧？我父亲17年前的手机上还保存着这些录音。要不然，加个变声器给您对比一下。哼，就凭这些录音，就说我谋财害命了，还要把17年前的车祸扯到我的身上。那如果…… 庄心妍的车祸也是二次撞击呢。我也是那场车祸的亲历者。承认吧，无论是17年前我父母的车祸。 还是心妍的离去，认罪是你最后的归途。
你休想！彩萱小姐，认错吧。林光一，连你也认错，认罪，找回自己。这是董事长离开我们的时候留给你的最后一句话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我没错。